来拍东西。领导一方禁用英雄。可以跟各位观众说啊，我今天上的我的影片是哈，不管是卡机也好，树也好，鹰也好，也会上啊，失误也好，也会跟大家说一声的。我知道我不是专业打王者，所以失误肯定会很多的啊。伽罗被变，然后还有蔡文姬要变也行，扮蔡文姬。来，咱们也说搬蔡文姬。哎呀，吃太饱了。给你们先选吧，我帮你们选，看你们要选啥英雄。不吗？你不吗？暗中观察。百里，好，这轮不是我自己选的哈，是系统叫我玩百里，他说我好久没玩百里守约了。方挑选英雄，百里战绩就别放出来给你们笑笑话了哈。为什么我要放战绩出来呢？没事，为啥我要放战绩出来？不好意思，刚上了个厕所。百里，百里，看看战绩。刚练上来，发布了战绩，别理他。还剩五秒。盾三。靠，盾三了，是百里守约，冲呀冲啊！打气是没有零用的东西，没人点，我就点了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。对面是后羿吗？再看一下，是后羿，直冲第二个塔啊！关于取下敌人性命这件事，也从不失约。这样的战绩如何？无论何时何地，都会遵守约定。百里守约这样子一蹲，你说呢？准备篝火旁的晚餐，庆祝又活过一天。请求集合。我是打兵仔，
哥，你拿着炸弹就别炮销我哈。哇靠，这里太多人来了。 Enemy double kill。 太多人了，太难打了。没有想保护的人，枪就成了无用的玩具。啊！什么狂铁？什么时候被女人婆了？一样撑起来！他妈的，人家打游戏嘛。关于取下敌人性命这件事，也从不失约。哎，你们两个都把人打到去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没有想保护的人，枪就成了无用的玩具。被迫呀，大哥！我去，差一点把他点掉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防御塔部分消失，炮车出击。八百，还差200。这兄弟有点坑。性命这件事，也从不失约。孙膑跟盾山这么牛逼吗？盾山补他血的，你要无论何时何地都不遵守约定。我靠，给你一枪平推，一次机闯进来的。闪现，破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下敌人性命这件事，也从不失约。点残了两个，开始撤退。当个菜逼吗？啊！无论何时何地，都不遵守约定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
哇靠！这个姜子牙真的是很狂厉耶！看，直接投了，投就投了。无论何时何地，都会遵守约定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。刚才打不过，我也投了，真的是带不动啊。Defeat。有姜子牙在，完全打不过。守约啊！我 MPP 没有用啊 ，MPP 我压制对面的射手也没用啊。暗中观察。你看这盾山，4.5评分了，我还会打，匹配到猪队友了。